老板，我是你粉丝，昨天都被气哭了。气哭了？我就是个卖藕粉的，你可别冤枉人啊。你的藕粉我回去用饮水机的水冲了10次，没有一次是成功的。啊，美女，不能用饮水机的水，这么好的坚果藕粉都浪费了。今天呀，我就教你怎么去冲藕粉。首先呀，先取2勺藕粉放在碗里，再用冷水打湿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加入100度的开水，变成透明状就说明成功了，然后再继续搅拌10秒钟，看，可以拉丝，还有坚果，特别好吃。现在啊，是2桶，再送一个杯子，我都怕你们啊买回去不够吃的。